的一个针法啊，一个绕线的手法。好，咱们直播间的姐妹啊，如果有新手啊，新手对咱们钩织不是很了解的，大家记得啊，给我打一个心啊，给我打个心，或者是，没有基础啊，我打个心啊，这样呢，我就知道咱们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啊，我在讲的时候呢，就按照我们新人或者是没有基础的、有基础的，咱们都会给大家讲到我们这些知识点啊，都会讲到。好，我们现在呢开始勾起针了啊，开始勾起针。我们在中指套住的这个线圈里面呢，开始勾织我们的第一圈，也就是我们这个小花朵的一个起针啊，起针。我们勾针啊，入线圈。咱们接下来呢要勾的一个针法呢叫做短针。短针是我们在勾织过程中呢用到的最多的一个针法啊。我们平常用到最多的就是短针。短针呢，我们需要勾一个起立针啊，起立针，我们带线过来。啊，我来一个慢动作啊，慢动作。好，接着呢，咱们钩针上啊就套了一个线圈了。我们直接绕这根线啊，穿过咱们钩针上的这个线圈。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短针的起立针啊，短针的起立针。咱们勾完一个起立针之后呢，咱们接着开始钩织我们的短针。短针呢，我们的钩法是钩针入线圈。啊，我们带过来啊，现在咱们钩针上有两根线，我们需要做的是钩针绕线穿过这两根线啊。哦，现在勾的是什么？现在勾的是我们这一个啊，非常可爱的立体小花花，我们这个泡芙花啊。现在给大家讲的是我们这个泡芙花啊。好，现在呢网络好了啊，我们继续勾短针啊，继续勾短针。现在呢，我们已经勾了一针短针了，咱们可以看到啊，想看蝴蝶是吧？好的，好的，咱们姐妹们想看什么啊，一定要给我抠出来啊！我把这个花勾完了之后呢，咱们就来交蝴蝶啊，咱们就来交蝴蝶啊，蝴蝶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个是这直播间里的这一款小花啊，这一款小花这个做法呢，我给大家讲一遍，之后呢，咱们再来学蝴蝶啊，很快。好，现在呢，勾好了第一个短针啊，咱们在第一个针目呢，记住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啊。第一个短针，我们呢，第一圈呢要勾10个短针出来啊，这是第一个，咱们接着呢继续入针勾短针。好，第二个。三、四、五，咱们每勾一个就要数一下啊。六、七、八、九、十。好，我们第一圈呢，10个短针咱们就勾好了啊。咱们把10个短针给它收紧线圈。咱们收紧这个线圈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勾引拔针，结束咱们第一圈。咱们把记号扣摘下来。啊，我们勾引拔针。好，我们第一圈10个短针咱们就勾好了。我们勾完10个短针呢，我们就要接着开始勾我们这个小花瓣了啊，小花瓣，10个短针勾出来。5个花瓣啊，咱们接着要勾的针法呢是，我们的长针啊，长针。这是一个花瓣呢，我们需要用长针的未完成针来勾它啊。咱们接着呢，长针我们知道啊，我们立起立针呢要立3个辫子针当做它的起立针啊，直接绕线，1、2、3，3个辫子针。接着呢，我们在第一个针目，我们先绕线啊，先绕线。咱们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呢，咱们入针，带线过来。好，现在我们钩针上啊有3个线圈，是不是？咱们接下来呢，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我们钩针绕线穿过2个线圈，这就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啊。咱们继续绕线，还是在相同的针目入针。好，把这个线圈挑长一点，我们只带前2个线圈啊，再次绕线穿过这2个线圈，
我们勾的这三个长针啊，这三个辫子针，我们勾的这三个辫子针呢，就表示它是一个长针啊，它代表一个长针。那我们现在呢，算上三个辫子针，咱们已经勾了三个长针了。咱们接着再一次绕线，还是在相同的针目里面入针。好，挑长线圈，一定要把这个线圈呢，我们拉过来的这根线呢，一定要挑到跟我们前面这所有的针目啊，我们的长度都一致啊。咱们接着绕线，穿过前面两个线圈。这样呢，咱们钩针上已经挂满四个线圈了。好，等我们这一个钩针上挂满四个线圈的时候呢，咱们钩针绕线啊，我们继续进行到下一个针目，也就是我们短针的第二个针目入针，再勾我们未完成的长针，挑长线圈，哎，绕线穿过前面两个线圈，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啊，我们一共在这个针目里面呢，也要勾四个出来。好，我们现在数一下线圈数啊，二、四、六，六个了，我们一共要勾八个啊，我们再来勾剩下的两个，全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啊。好，七个，再来一个。八个，八个线圈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共占用了两个短针针目的位置啊，咱们每一个短针针目里面呢，咱们都勾出来四个线圈，四个线圈，前四个，后四个啊。我们勾完八个线圈之后呢，咱们接着要勾的是呢，我们要把这根线穿过咱们钩针上挑着的所有的线圈，直接从这些线圈里面呢直接穿过。好，咱们在勾这一步的时候哈，一定要慢一点啊，慢一点带线。我们全部带过来之后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咱们最后在这上面呢，再勾一个锁针。勾完一个锁针呢，咱们再勾两个辫子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小花瓣啊，这就是我们这朵小花的第一个小花瓣。好，感谢单眼皮的可乐为主播点赞啊！咱们姐妹们不忙的啊，手里不忙的，咱们戳戳咱们的手机屏幕啊，帮主播点点赞。好，我们勾完两个辫子针之后呢，咱们回到下一个针目，下一个针目入针，直接勾一针引拔针啊，直接勾一针引拔针，我们要开始勾咱们这个第二个小花瓣了啊。花心起十个短针，宝贝，花心起十个短针啊。好，我们接着开始勾三个辫子针，一二三啊，感谢咱们骑着蚂蚁去旅行啊，咱们啊一直在给主播点赞啊，谢谢大家了啊。好，我们直接啊再入到这个洞里面，咱们给它勾未完成的长针。好，绕线穿过前面两个。好，算上呢我们起的三个辫子针，我们已经勾了两个线圈了，对不对？咱们在这个里面呢再勾两个线圈出来就可以了，穿过前面两个线圈，三个线圈了，再来一次，挑长线圈，穿过前面两个。好，我们现在呢钩针上啊已经挂满了四个线圈了，对不对？好，我们这个针目里面我们勾了四个线圈，接着呢我们就要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继续再勾四个线圈出来，也就是再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这是第一个啊，再来一个，什么时候呢？咱们钩针上勾满了，挂满了线圈，二、四、六、七、八，我什么时候八个，咱们就可以啊给它收针了。哎，我们占用了两个短针针目的位置啊，前面四个，后面四个啊，挂满了八个线圈。这个时候呢，咱们一个小花瓣所有的针数啊都已经够了，我们接着就可以给它收针了啊，绕线。一次性带过咱们钩针上挑起的所有的线圈，我们在勾这一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左手很重要啊，咱们要捏住这个织片，一直把它们往下拉，我们这个右手啊，右手的大拇指一定要捏紧咱们这个钩针往上带起来啊，带起来，我们慢慢的绕这根线穿过咱们钩针上所有的线圈，一定要慢慢的，而且咱们在穿线的时候，这个钩针啊，这个小钩子一定要是正下方啊，正下方，不要这样穿啊，要往下。啊，用的什么线？用四股、五股都可以啊。好，带线过来。
好，接着呢，我们勾一个锁针，再勾两个辫子针，这样呢，我们第二个小花瓣我们就完成了啊，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勾了两个小花瓣了，我们接着勾第三个。好，我们引拔完之后直接再勾三个辫子针。好，我们勾完三个辫子针呢，当做一个长针的起立针啊，接着我们开始啊，相同的一个绕线的针法，继续入到这个线圈里面，这个针目里面，咱们给它勾未完成的长针啊，挑长线圈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咱们在勾第一个长针带线过来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线圈挑长一点，挑到跟我们三个辫子针同样的一个高度。大家在勾的时候一定不要这样啊，这样的话咱们勾出来的整个花苞它就会非常非常小啊，非常小。咱们一定要把它拉长，尤其是第一针一定要拉长啊。咱们拉长了之后，我们再绕线穿过前面这两个线圈。好，穿过前面这两个线圈。这是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接着我们来勾第二个啊，拉长，一定要每一针咱们都挑到同样的高度，算上我们三个辫子针的这个线圈，我们这个呢已经是三个线圈了，咱们再来勾一个。好，四个线圈，勾满四个线圈呢，咱们就可以在下一个针目入针了。再勾剩下的四个，一共勾出来八个线圈，这是第五个，我们勾第六个。好，再来勾一个第七个。最后一个第八个啊，咱们在勾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咱们勾的所有的线圈一定要都拉到同样的一个高度啊，这样咱们勾出来的一个最后这一个啊未完成的长针这里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大家，然后我们直接带线啊穿过这两个线圈，我们现在钩针上已经挂了八个线圈了啊，挂了八个线圈，我们接着呢绕线穿过这所有的线圈。好，勾一个锁针，我们现在已经勾了三个小花苞了啊，我们接着勾第四个，勾两个辫子针啊，回到我们这个针目里面来，直接勾一个引拔针啊，引拔针。好，咱们勾第四个小花瓣啊，然后三个辫子针当做一个长针的起立针，然后勾针绕线啊，在我们勾三个辫子针下面的这个洞眼里面呢，针目里入针啊，挑长线圈，绕线穿过前面这两个线圈，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算上咱们三个辫子针的这个线圈啊，我们这里呢是两个线圈了。然后呢，我们继续绕线啊，还是在相同的针目里面入针啊，我们继续勾我们的未完成的长针，现在三个线圈。好，我们再来一针，四个线圈啊，四个线圈，我们这个已经挂了四个线圈了，也就是我们要换到下一个针目进行钩织了啊。我们在下一个针目入针啊，继续钩织我们未完成的一个长针，绕线啊，算上前面四个，这是第五个，我们一共勾满勾满八个线圈就可以了啊，八个线圈啊，这是第六个，六个线圈，再来勾第七个啊，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入针，第七个，再来勾第八个，好，第八个线圈，前面四个线圈，后面四个线圈啊。好，我们接着呢就绕线啊，穿过咱们钩针上所有的线圈。好，勾一个锁针，再勾两个辫子针，这样呢咱们四个小花瓣就完成了。我们呢还要再勾最后一个小花瓣，我们看一下咱们还剩最后两个针目的位置啊，最后两个针目正好呢是咱们每两个针目勾一个小花瓣出来，我们第一圈呢勾了十个短针啊，咱们用每两个花瓣勾一个，每两个短针勾一个小花瓣，咱们接着再勾最后一个啊，先勾一针引拔针，好，立三个辫子针，绕线啊，我们继续勾我们未完成的长针。
我们这个钩针上挂满四个线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换到下一个针目了。六个线圈，七个，八个线圈，八个线圈呢，我们这个小花瓣的针数呢，我们就勾完了啊。咱们绕线穿过所有的线圈，勾一个锁针，这样呢，咱们这个五个小花瓣我们就完成了，对不对？咱们再勾两个辫子针呢，咱们回到最初的地方，最初的地方，咱们在这里呢勾最后一针引拔针。拉紧一点啊，咱们把这个线圈调长一点。隔离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它断线就好了。转过背面来啊，咱们把这个线圈呢再给它收紧一点啊。好，现在我们从背面入针，把这个线头呢给它勾到背面来。好，我们在这里把这两个线头从背面给它绑住。好，我们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好了。这样呢，我们一个小泡芙花啊，我们完成了一部分。咱们呢，一个小花朵啊，咱们需要勾花瓣和花心的部分啊。咱们花瓣勾完了之后呢，咱们要勾我们的这个小花心啊，小花心。好，咱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咱们这个小花心的部分。咱们勾花心啊，用到的一个针法和我们勾花瓣的针法是相同的针法啊，相同的针法。接着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咱们这个小花心啊，中间这一块啊怎么勾。咱们依然是啊环形起针。好，咱们直播间啊，如果有新手姐妹啊，对咱们这个钩织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啊，咱们给我打一个心啊，打一个心，这样呢我就会知道大家有没有基础啊。好，我们接着呢，在我们中指套住的这个线圈里面呢，钩针入针带线过来啊，咱们依然是啊，直接在这里勾三个辫子针，一、二、三，当做是一个长针的起立针。我们勾花心的时候呢，用到的一个针法呢，依然是长针的未完成针啊。咱们在这里勾完三个辫子针当起立针之后呢，我们钩针绕线，啊，我们直接入到我们中指套住的这个线圈里面。调长一点啊，三个线圈，我们绕线穿过前面两个线圈，再一次绕线，依然是只带前面两个线圈，这是未完成的长针。现在啊，不算这三个辫子针，我们已经勾了三个，算上呢，我们就是勾了四个。咱们接着再继续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好，如果咱们在勾这个的时候，如果想让花心啊稍微大一点，咱们就多勾一针啊。如果不想让那么大呢，咱们就不用勾那么多针了。好，我在这里呢，一共勾了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啊，算上咱们三个辫子针是六个线圈。好，然后呢，我们直接绕线穿过钩针上挑起的所有线圈，我们再勾一个锁针。这样呢，我们把这个线头呢给它拉长一点，剪掉它。咱们在下面这个线头，咱们收紧这个线圈，反到背面来啊，这个是正面啊，反到背面来，咱们把这两端给它绑到一块啊，绑到一块，好，拉紧，给它绑到一块之后呢，它们就不会跑开了啊。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花心就勾好了啊，非常的简单。咱们组装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直接啊，把这个线头穿过我们这个泡芙花中间的这个洞啊，咱们可以这样组装。咱们可以啊，直接这样组装。
这样呢，我们这个小花心就直接组装到我们的个泡芙花上面了。啊，如果咱们姐妹们是不是在喜欢做手工，而且呢，我们家里啊，家里有这一款啊，有这款胶枪的话，咱们就可以用热熔胶啊，咱们直接给它把这个花心呢粘到这个上面啊，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处理后面这个线头了啊。就不用处理这个线头了，咱们就直接给它粘上了啊。如果咱们没有的话啊，咱们就直接啊把这个中心给它拽线过来啊，咱们套过来，套过来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线头在这背后啊要给它藏几针，因为咱们这两个颜色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咱们藏线的时候呢就稍微有一点麻烦啊。如果咱们有胶的话，直接就搁前面给它粘上就可以了啊。好，我等一下呢，我给它弄出来，我要给它粘上啊，我不想再藏线了，觉得藏线太麻烦了。然后我就用我的啊，我的这个胶枪啊，我给它在这个勾好的这个花心这里啊，咱们给它打一点胶，给它粘到我们的一个花瓣上就可以了，直接对准正中心的位置。好，这样呢，我们一朵非常好看的泡芙花我们就做好了。咱们可以把它做成我们的一个发夹呀，或者是什么。然后我这一款呢是用咱们这个泡芙花做的这个立体的小花花啊，非常的好看啊。咱们可以用这个给它做任何的造型啊，想让它歪着它就歪着啊，想让它转呢它就可以转啊，非常的好玩。然后呢，可以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咱们做出来呢，送给咱们的一个小朋友啊，当做儿童节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送礼物的一个选择啊。咱们可以给它做任何的一个造型都可以啊。这个就是泡芙花它的一个用途啊。